莫的不信。咱们上一次呢讲了开棺材铺爷爷的一次亲身经历，但是爷爷一生啊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灵异事件，这今儿个我们就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我这爷爷不做棺材的时候，每天都会坐在铺门口的躺椅上打发着时间，而爷爷的另一个爱好大概就是抽烟，但是他抽的呀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卷的那种旱烟。而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十几年前。一天呢，一个镇上的晚辈到爷爷的铺子来订寿材，那个晚辈神情悲伤，应该是家里重有的亲人死了，爷爷也没着急问。我爷爷就先招呼着小伙子先坐下，其实这也是爷爷的一个规矩，每一个死去的人爷爷都会详细的询问一下死因。听到死的是小伙子的父亲，爷爷没表现出太过的伤心，其实死去的老人跟爷爷也算是熟人。但是我爷爷啊，对生死看得很开，他一直都认为生死由命，过多的强求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亲人离世，小伙子却难免伤心。一听爷爷问起了父亲的死亡细节，小伙子的眼睛瞬间就变得潮湿，狠狠地抽了两口烟，跟爷爷就详细地讲了起来。原来啊，老人虽然已经72岁了，但是身体却一直很硬朗，一直没什么大毛病，所有人都说这老爷子肯定会长寿。老人呢，像往常一样从外面遛弯回来，也是一切正常，并未觉得哪里难受。这小伙子挺孝顺，怕这老人累到，就让老人先坐下休息一会儿，他则回屋给这老人倒了杯水。这老人可能啊，也确实是渴了，端起水杯来就喝，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就在这时发生了。这老人的水杯还没碰到嘴唇呢，突然就掉到了地上，摔了个粉碎。这小伙子被身后的声音给是吓了一跳啊，回过头去看，发现老人那个时候已经瘫软了下来。还没等小伙子跑过去扶起爹，老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就这样死了。这第二天本来就是老人73的大寿，因为传统来说呀，73和84都是老人的坎儿。本来还想着给这老人庆祝一下，没想到差一天老人就走了。小伙子说，本来老人就觉得自己在73岁以前可能有灾，可是没想到这么的突然。老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显然是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死了。爷爷听到这里也劝了小伙子几句，但是心里却是做到了有数。这小伙子订完了寿材就骑着车子就走了。这爷爷用了100天的时间从这铺子里挑了一具棺材，刷上了最后的红漆。但是这并不算完，爷爷还要给这个棺材做一个特殊的处理。爷爷拿出了一个传统木工必不可少的工具，墨斗。这东西可能很多现代人都没见过，这木头啊是早年间木匠用来画直线的工具，用时把一直浸在粉末或者是墨盒中的线拽出来，固定在木板的一端，绷紧后一弹，便会在这木板上留下一条直线，而那个木匠就会根据这条直线来裁剪木板或是定位。那天爷爷就用墨斗把这棺材的内壁横七竖八的弹上了8道墨线，具体数量好像是有讲究，但是我并不了解，也就不再多说。除了棺材的内壁，这棺材板朝里的一面也被爷爷弹上了墨线。爷爷曾经讲过，这墨斗由于是规划直线或者定位的工具，所以有很好的辟邪作用，对于起尸或者是诈尸更是有镇压的作用。做完了这一切，爷爷在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时就亲自把这棺材送到了那家人门上。放下了棺材之后，爷爷就特意要求去看看死去的老人，说着就向停尸的里屋走了过去。那老人的尸体啊，正放在里屋的一个木板上。我爷爷一定要看着尸体，其实啊，只是想证实心里的一个猜测。这一看果然没错，突然死去的老人就像爷爷分析的一样，死得太意外，十分的不甘心。那死尸脸上充满了疑惑的表情，怨气十足，
连着眼睛都闭不上。更要命的是，死人的嘴也没闭上，说明胸膛里有最后一口气没出。而这样的死者最容易在第二天晚上魂魄要被送走时起尸的。孩子，我跟你说几句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啊，好，张某，您说吧。今晚守灵的人安排两个胆子大点的小伙子，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能动棺材，坚持到入土就好了，千万记住。其实呢，这种事儿实在是没法跟着死者家里人说清楚，爷爷只能不停地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眼看着两个晚辈也不太愿意听自己唠叨，爷爷只好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心里祈祷着不要出事才好。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还是出了事儿。由于第三天才会出殡，所以尸体装了棺材后还要在这家里停上一天，老人的儿子和侄子则被安排在了堂屋里守灵。这两个人经过两天的折腾已经很累，不知不觉趴在这桌子上就睡着了。这大概是在半夜的时候，他这儿子突然被里屋传出来的声音吵醒了。但是这毕竟是灵堂，而且里屋正是停放棺材的地方，老人的儿子就觉得有些害怕，慌忙把这堂哥给推醒。两人躲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发现那声音的确是从棺材的位置发出来的。但是老人的侄子胆子很大，对这些根本就不在乎，说着呀就要去这里屋看看。那个年轻人正是死者的亲侄子，他当心呢，进了后屋，老人的儿子根本就不肯待在堂屋里，只好战战兢兢地跟在了后边。可是这进来一看，两个人都吓傻了，那声音就是从这棺材里发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剧烈，连棺材本身都抖动了起来。这棺材里只有老人的尸体，听着声音呢，很像是老人想要出来，难道是诈尸了？但是侄子不信邪，觉得叔叔本来死的就很急，是不是假死，现在又活了过来，就想上前打开盖子看看。但是老人的儿子因为听过我爷爷的话，怕会出事儿，就死活拦着堂哥呀，不让他去动。但是他这个堂哥呀，不但不听，反而不停地训斥堂弟不孝顺，这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儿子是搞得没话说了，只能是壮着胆子跟堂哥一起去抬那个棺材盖子。可是没想到，棺材盖刚刚打开一条小缝，两个人就立刻感觉到有一股气流钻进了棺材里。两个人见着情况都有些不知所措，随着气流进入，那棺材盖子的分量一下子也轻了。正当这两人发愣的时候，突然情况就有了变化，那棺材盖子突然就被弹了起来，紧接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把那厚重的棺材盖子远远的就弹到了对面的墙上。两个人都被眼前的事儿给吓傻了。可是这时突然听到后面的棺材里传出来另一种更瘆人的声音，这两人僵硬地转过头来的时候，才看到那个已经死去的老人竟然从这个棺材里就坐了起来。两个年轻人平复了一下恐惧的心情，还在想着是不是老人真的活了过来。可是这时啊，老人突然就转过了头，可是当着两个人看清楚了老人的脸，才知道自己想错了，那肯定不是个活人，脸色死灰，眼睛的瞳孔早就散了，只有这眼白大大的瞪着。更可怕的是，他的嘴张大到了一个正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两人这才知道，这不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诈尸吗？这是同时吓得是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外跑啊。可是跑出去以后，就听到后面的屋里传出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似乎诈了尸的老人正在这屋里折腾着什么。可是两个人刚刚跑出屋啊，就迎面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那人正是我爸爸。原来爸爸回镇上看望爷爷，但是爷爷担心这家人出事儿，就让爸爸晚上来看看，可是没想到正好就碰上了这事儿。
这两人心惊胆战，把刚才诈尸的事儿跟着爸爸就说了一遍。我这爸爸呀，跟爷爷长大的，对这些事儿还是能应付得了。从这怀里掏出一团黑绳子，便招呼这两个人一起进去。几个人一进屋，爸爸就看到那个老人正蹲在那个躺卧的中间，似乎正在折腾着什么。老人闻着生人气儿，马上转过头朝着爸爸他们三个人。原来呀，他不知怎么抓到了两只偷吃贡品的耗子，此时正在嚼着，那样子是十分的恐怖。爸爸也没管那些，让两个年轻人一人拿着一根绳子的一端，在这个老人的周围啊就跑动了起来。随着几个人的来回跑动，那些黑绳子在老人的身上就紧紧地缠了起来。那个老人刚才还行动敏捷，而且力量极大，但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黑绳子缠在身上后，却死活也挣不脱。而且这绳子是越缠越紧，从这老人的嘴巴里不停地向外冒着白气，那诈尸的老人慢慢的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了地上。后来爸爸才说出来，他那晚用的也是墨斗里的黑藓。老人的尸体又重新被装到了棺材里，第二天就被出殡下葬。这件事儿，老人家呀并没有外传，镇上也并没有几个人知道。